南无梁红回向护菩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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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仰观十方诸佛的断除五戒律的117页。断除五戒，戒就是戒指嘛，有五个卦会把咱砍掉嘞。所以你讲天大地大，海无坎卦，谁甲你讲？五个卦，盖子，这五个盖子会把你盖死，盖在里面的。所以讲起来，这五个盖若无断除掉，哇，跳脱不了。这个五盖就是五种。会覆盖咱的心性，不是看这个世间哦，看你的本性，使令你呢，生发生不起来，反而生出五种烦恼造出来，生的无生恶的布出来，所以。这五戒也是我们修行的障碍啊，所以说修行这条路，为什么不能脱离开善知识，不能会独行，不能呢自己解剖，自己要来参来，自己要来吓，你敢知道你多危险，你敢知道瞬间你这声就放火去了。第一，什么戒？贪欲戒啊，贪欲啊，欲就是五欲啊，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嘛。讲到钱，人就会离去啊。色就是男女的姿色啊，搞这些情欲的问题啊。名就是名声啊。要让你做这么大你也嫌，对吧？有让你名，有很好的名声，让你地位，让你何乐不为？食就吃，三顿大鱼大肉，天天大餐，天天让你吃的撑死了，这么好吃的东西。睡就是睡眠，爱睡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日时睡，暗时再来做家事，无要安怎？所以讲，贪这个欲界呢，这个界就是会砍掉你，砍服你的心性，一个。锅盖，把你砍掉你，你的心性压制你，你突不破啊！你讲要来出家修行吗？对不？不过呢，我还是有一点贪爱，想不开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喜欢，我还有呢希望。所以很多为着贪欲的烦恼，个只少年人，你讲少年有神经很难得，这拢再来人，这拢顶世人有法缘，这世人少年的会晓要出家呢。啊，不过有的人呢，他的贪欲的，迄个挂甲砍掉了。
我当毕业尔，你无予我来趁一下钱呢，啊，社会无予我安尼来混两年啊，一声哦，读书读毕业，你就叫我去出家，好像我社会经验不够呢。但是各位，这个贪欲的瓜呐，甲你砍掉嘞，你只要聊落去，你要搁爬倒起来。望无路啊呢，摸不着地啊呢，因为你若毋是互财骗去，就是为着色沉落去，无就为着名，就莫走去对去啊。所以，遮个拢是引诱你走上他的圈套的地方去。世间人对一个无爱钱，你讲多多益善，但是呢，钱。无钱，阁行无路。可是呢，对一个人对钱会满足，会知足，有就好，无啦，无可能啦。所以因为安尼，这走感，这个盖子甲你盖起来。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，但是大部分，你若讲起来。你的心性若去予即个我，予即个贪欲的挂，甲你砍掉嘞，谁都掀不开。因为你念念不忘，因为你的欲望太大，因为你在一直想，想不开。所以要修行，为什么就甲恁讲，恁即世人爱发愿？恁若有发愿，迄、那个愿的力量会甲迄个挂崩一下。像汽水咧开安尼，砰出去，迄个我砍你砍袂掉啦！迄个发菩提心的力量啊，道力多强啊！什么咧挂，迄挂一声嘛砰去。你无菩提心的人，你无道心的人，无法度断呢，断袂开啊，放不下，耿耿于怀，点点啊想，愈想呢，嘿。越想自己呢，好像好可惜哦。所以各位，这就是道力不够的人。道力不够的人，他会被盖子盖住。有一天你会透不过气来，到最后你会死得很可怜，因为你一定牵着走啊。所以修行一定要有人指导。第二。五戒的第二个戒就是真慧戒，真甲慧就是无合理的意思，叫做为情之境，怀愤怒，怨对结恨，恼怒成真。各位，你看多可怕！咱人。这个性地、歹性地，为是祖传的，因为你的爸母性地无好，生乎你的基因也不好。为人的性地是环境培养的，因为他在那一种很艰困的环境之中挣扎成长出来，所以他很傲慢，他能走出来。伊就是靠迄个力量，但是呢，嗔恨心重的人呢，怀愤怒，意思就是讲，无合我的意思，我就生气啦。凡事呢，你拢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对啊啦，你无合我的意思，安尼我不高兴。那么一不高兴就怨对结婚啦，怨就是找你啊！我看到你有够气的，拢无爱听我的话，我就跟你讲安尼，你无在听啊，啊就分。每一届呢，跟你讲你拢安尼，啊就分。啊，这个分就会先安怎？先闹，闹就是烦恼嘛。分是你心嘛，心就恼啊，心就烦啊，
所以这个恼怒呢，恼怒就是心里面一直对你不满，一直对你呢找机会，就是要呢找你的麻烦。所以讲起来，要生气一定要找一条路线，啊，无代无志咧生气，都唔咧读较歹过，一定要有一件问题，就是讲我跟你讲，你不接我的话，安尼，这个导火线就起来了，就开始嗔恨。所以一般人呢，嗔恨起来拢出在啥？做口业，一言不顺，不称他的意，所以呢，开始做口业。因为咱的嗔恨呢，造下多少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罪，就敢那亲像一个挂，把你砍掉你的心性，让你的心性先的一面扑不起来，我都扑开啊。既然呢，你的真心的火，那个火把你砍掉你的本性，再来那个烦恼，就是因安尼引起的第三个烦恼，叫做昏敏感。昏就是昏昏沉沉，眠就是睡眠，睡眠就很爱睡，昏沉啦，叫做睡眠界。睡眠界里面呢，包括昏沉啦，爱睡啦，心情吼，无法度安尼很积极的活跃起来，无精打采。什么时阵哦，乱啪啪的，有食也无精神，无食也无精神，这个就是昏眠界啊，昏沉呐、啊。我来跟你讲话，你听有无？你讲啥哈？啊，为什么？我都面对面咧跟你讲话，你是安那？啊，搁你咧晃神。就是昏啊，他脑筋里面有一种昏昏噩噩的那个感觉啊，所以他接收的信息呢，没有办法直接就接收到啊。他还有在那里呢，蒙恩散布感款啊。所以昏沉性很重的人呢，大部分拢甲过去的业有关系。过去的业，伊今生吼会较懒惰、诚信，他作业颠倒呢。他白天就想睡，晚上不想睡。晚上夜晚精神越好，因为伊的心性明暗分不清楚啊。而且伊的心性因为昏，所以惊光。他不喜欢白天，大白天他不喜欢，这么亮，他喜欢在黑暗的地方摸索他的黑暗的一面，所以晚上起来活动，感觉到精神百倍。到了白天呢，太阳一出来，他就软趴趴了。所以昏沉与睡眠呢，会舒服你的这个心性，愈来。如果精神提不起精神啊，合理讲起来，你精神少年人，这个年岁应该是精神百倍呀、啊。你呢，反而呢，无精神，那么爱靠啥来提神你呀、啊？爱靠吃咖啡啦，吃茶啦。爱靠啥？食那个零嘴啦，爱食啥？啊，靠食的呢食物呢来叮当，啊来提你的神。所以这种人拢叫拢砍挂啦。今仔日就是迄个挂砍掉了，所以脑筋才袂清楚啦。啊，这得爱靠这的物件、食品来变成让你仰赖于他。
啊，你愈靠遮个物件刺激性个啦，遮个物件来甲你刺激，你愈刺激，你愈昏沉，无食就软哥哥啊，就强要死去啊，袂喘气啊。啊，迄个呢，咖啡甲灌个讲好，好势起来，目睭都笑金起来啊。你甲讲看，这一种人，这一种人。顶世人拢是出世做啥？你敢知？拢迄落吼冬眠半年的啦。出生到来啊，所以他今生来讲呢，什么时阵拢是乱啪啪的，没有一点精神啦、啊，提不起精神来呀、啊。他不是在人类住惯的啦，所以我们这种烦恼一定要除掉啊。你不除掉的话呢？后世人若阁投胎，你嘛是弄对个乌，安尼暗暗湿湿个所在入面，亮亮的地方你不会去的啦。所以这就是咱个戒，戒就是甲你砍掉个呀。你个心性去予刮砍掉啊，所以你拢袂爱讲啊。啊，你拢袂爱讲哦，提起精神，啊，无精神的时阵，无咱嘛来去外口呢活动一下，做工课一下，叮当一下，把伊迄、那个活络他的筋骨甲精神提神起来。不要啊，对吧？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养成他的烦恼就盖起来了。第四种的盖是啥？钓具恶作怪，钓具，钓具就是咱讲哩哩落落啦。啊，行路无成，行路啊，坐也无成坐，啊，倒也无成倒。啊，迄真正是讲啊，规身躯，迄螺丝拢拧了了，哩哩落落，对无？叫做钓具啊，钓具就摇摇摆摆，啊，晃来晃去，安尼啦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有一个恶作盖哦，所以钓鱼戏有会变成亲像戏论啦，敢那亲像咱做歌戏内底的迄个沙花同款，迄个沙花就是安尼，就是钓鱼啊，伊就袂正经啊，啊就做一挂安尼哩哩落落的啊，笑亏啊安尼啊，啊我们修行不能呢。修行不可以钓鱼呢，钓鱼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烦恼呢。所以修行人靠那个哩哩落落的呢，但是你会钓鱼，一定有一个钓悔，悔就是后悔的悔，因为这个后悔盖呢，就是忧悔、懊恼的心。会操动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本性拢是善的。当你钓鱼的时候，你不应该哩哩啦啦，不应该这样子乱讲话。但是呢，结果你控制不了，当你做完了，你就后悔了。啊，我刚才不应该这样啊！我昨天怎么样啊？因为我怎么样啊？怎么办？钓回就是安尼啦，钓回就是讲，你紧做紧讲，讲了后后壁就起一个烦恼起来，这个烦恼叫做钓回，回就是后悔，回就是安怎？我们的这现代病叫做忧郁啊，幻想啊，一直烦恼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我不得不去讲句话啊！我吼、哦，我即马安尼吼，唔知安怎未，人唔知安怎未，就是这样忧郁啊，幻想啊，一直想了一堆啦、啊。其实没事啊，啊都没事，干嘛你一定要想这么多？这个就是他被盖掉的原因呐、啊。那么既然呢，他有悔，他有懊恼的心，所以他身上会躁动。躁动就是坐立难安啦啦，坐袂住，睏袂去，心情足郁卒，啊，就安尼吼，很生气，然后恨不得无钱呢，伊嘛家己要起烦恼起来，
那么亲像这种的叫做忧恼，忧恼已经做出去的代志，所以他很后悔他做过讲过，安尼都介乎你的心性啊。所以一生中，各位初动不安、不安分守己的人，就是有这个烦恼，有这个调集甲恶作的盖子。那怎么讲？如何学习你的威仪？所以出家人对三米尼、三米、三米尼的时阵，就开始教你的威仪篇。那你这个威仪来的没有学好，以后呢，当你做受戒成为比丘、比丘尼以后，就更让人家造业，因为你做一个出家人，讲话脚来手来，啊，行着路敢若百家将，啊，你若咧讲话呢，啊，真正实在啊，无有一个风度，啊，人啊念你讲你，啊，你就开始艰苦啊，艰苦安怎？艰苦讲，会用骂啊，会用斗啊，会歹看，会到时吼。会安怎？所以你这些烦恼就跑出来，一直迄是连续剧，你知影无？如果你的精神比较脆弱，你还会幻想、联想一堆一堆的烦恼出来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出家之前一定要调教你的威仪？调教威仪，而后你才能把你的心性稳定下来。心性有稳定下来，安尼你讲话、行路、做代志，就会有一板一眼，你就不会让人家讲奇怪啊！看伊都出家袂真久啊嘛，啊，较会看伊安尼，较会敢若轻浮轻浮，啊，较会安尼安尼做代志嘿，好像不大对调。这就是咱家己的烦恼，你甲讲看，这烦恼多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变成咱的习气呀。所以有的人个性呢，燥热的人呢，一听到一句不好，跟你啥关系？还跟你关系都没有，伊就爱出来挑，安尼骂，安尼讲。好像他很正义感，也很了不起，只有他敢讲，你们都不敢讲，只有我敢讲。啊，迄叫做安怎？迄叫做石头狗。啊，苦咧就行。啊，迄就人讲啊，四好尔，对不？受伤是你呀，啊不别人啊。可是你说吗？正义感不对吗？我很有正义感呢。我看人个不应该安尼共欺负，不应该安怎？啊，我出来唱声也袂使呢，不可以！你犯了调集恶作，这个呢烦恼，你不应该这样子的躁热、躁动。你可以讲，可以私下讲，可不可以大动作的去讲？这就是咱爱知影讲，修行人为什么常甲恁讲，唔通安尼嘿嘿叫大细声，同款一句话，你较袂晓较细声讲的就好，是安怎拍，敢若袂输咧拍火咧，对不？这就是问题，他有这个病，他有这个病呢，所以他没办法控制家己，把家己呢搞得呢，唉。后悔事太多了啦，对不对？那么已经做出去了，最怕落地难得回啊！迄个时阵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下次再来讲。我们先来回想，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六又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
尽瘁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忏摩会上佛菩萨。南无